主料：铜骨400克，干黑豆150克，黄芪10克，花椒9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蜜醋、葱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铜骨用热水充分洗净，放入电压力锅内，黑豆提前浸泡至表皮裂开，洗净，锅内加足水，放入黑豆，包起，加入适量花雕酒去腥，加适量米醋，帮助骨头里的钙质溶解，也帮助黑豆更软烂。都放好以后，选择熬汤模式，烹饪完成以后加盐调味，再焖几分钟，舀出来以后撒上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铜骨去皮炖汤，油脂会更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